窗，我来看书。师傅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哥哥这种生物呢？跟你分享一个做哥的诀窍，看见什么都抢。快说快说，我小白猪里的钱呢？我这么优秀的哥哥，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个了。米饭，不愧是我妹，有你哥我的真传。那我们快把你带走。是不是真应该滚出哥哥村？哎，我还希望有哥哥呢。既然你那么想要一个哥，我就送你好了。来，马上快12点了，许个愿。没事吗？你醒醒了。哎，哥，当然了。